来请进现场相声山东二广表演者郎浩辰、张九林。青年才俊还是不错，后起之秀，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合作说相声已经十多年了。嗯，在天津学习的相声，天津有一个曲艺人的最高殿堂，殿堂叫中国北方曲校。对啊，就是北方的曲艺学校。这两个人那会儿十来岁，在天津的北方曲校学习相声，那会儿就是搭档，一直合作到今天。从曲校呢学艺六年，毕业之后加入德云社曲校。他学什么了？在曲校里不学曲校吗？学曲艺啊，学曲艺。对，在曲校当中学习曲艺，确实他们两个人呢会的很多，多才多艺，什么都会。逗哏那个王皓月不光是相声说的好，嗯，唱快板唱的非常优秀。对，捧哏的李浩洋的评书说的也非常的精湛，评书也好，哎，说的不错。嗯，两个人呢珠联璧合，相得益彰。对，表演结束后台休息歇会儿，哎，让他们俩把这口气咽了。俩人下去就死了。这个演员一上来胡说八道，哪有这么心想事成的事儿？他老祖宗累了。我刚上来不累，把这口气您到时候咽了干嘛呀？都是换到后台去歇会儿。对，换了呀。哦，对，这个词好，到后台去把这口气换换气，哎，喝口水。换气。这场呢，把我们小哥俩更换上台。我们都是德云社的年轻演员，我们也是德云一队的年轻演员。对，那位观众朋友说什么叫德云一队呢？您看我，就比如有人问，说什么叫德云一队？我们是德云社的第一支队伍，没有说多么的优越，那只是第一支而已。啊，你不要强调这个事儿，我怕朋友们觉得，哎，你装什么装？没有人说呀，没有人这么理解。对对，你非得强调我们是第一支，你非强调第一，不是往后就越来越次，不是这意思。但是往后呢？往后。越来越好也不像话，没有不甘心，反正就是演员众多，只能分成这个演出队伍。对，因为我们这个团伙啊，使别人使你真的使我们怎么现在团伙不是使着我，不是您说这团伙就像团体哦，团体。对，我们这个团体那是人越来越多，是吧？龙子科也刚刚加入了，又弄高仙龙子科，郭德纲先生的弟子。嗯，所以说呢，分成演出队伍，每个剧场的轮换演出。对，北京呢，加上外地啊，有很多德云社。您看，这是新街口德云社，是吧？我们这是一队轮换到这里演出，还有那个什么天桥德云社，天桥旗舰店。旗舰店怎么了？对，天桥是我们总部，对，发家在那儿发的家，发财指的发财。天桥德云社，还有那哪儿，广德楼的德云社，您还没这大哥熟呢，你这还说的眼里是？这是广德楼经理，这是。广德楼经理跑新街口听相声来，怎么了人家？犯法吗？不犯法呀，犯法得了呗。广德楼还一堆事儿呢。那我站台上演员，我有时候买票还听呢。啊，我有时候也听啊。你还买票听？对呀，支持我们的那个是事业。那你下来把钱给我，带你去后台得了。倒霉德行。还有张一元，不是张一元，张一元同学，别说得十年前了。对，我他妈就有老观众，张一元，张一元同学，我想说，不想说三庆元，三庆元，张一元原来有一剧场啊，还有，还有三里屯是吧？还有外地有这个。对，还有湖广会馆，现在老装修呢，对，湖广会馆。外地有南京德云社、哈尔滨德云社、天津德云社，还有一个长春德云社，是吧？你看队伍就得多嘛，九家剧场。那么来说呢，我们确实也只有九支队伍，九支队伍，再多一个都磕不开。哎，每个队伍当中呢，都有您各位熟悉的演员、喜爱的演员。那我们上台呢，没有那么大的名气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，让朋友们熟悉一下，认识。哎，一队呢还有这么两个人。得认识一下我们，老话都说了，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。没错，这场节目要说的还算理想呢，我们介绍一下自己，也是宣传自己。哇，太好了。那如果我们这场节目说的很次呢？很次，我们更应该介绍自己。这就没有必要再介绍。你不明白啊？你得让人家心里别扭的朋友，觉得票钱花亏的朋友，啊，出门之后想骂街的朋友，你得让人家知道骂谁。观众替人家着想，那咱这名字咱也得说了。介绍，说，先说我，嗯，我没名字，那就骂我呀。
话你一个人也不合适。对呀、啊，还有你家人呢。我不在家人不过瘾。干脆各位，您乐意出去，您觉得哪对说的不好，您出去就骂栾云平就好。说缺德呀，那事儿哪对说的不好，你说不好相声，你骂对了。哎，那谁让他跳进来？哦，还真是。啊别吓他，他老那么逗，我们胆小着，就是胆小着呢啊！我们这一场子也不容易，骂骂不是，先介绍你，咱好，介绍完你再说。先从您开始，哦，您是逗哥演。行行，那我不客气，假，行，我是假，哎，那我先做个自我介绍，是，大家好，我呢姓王，叫王皓月，他呢骂王皓月呀，我叫什么呀？你叫王皓晨，对。对啊，重新介绍，我呢姓郎，新郎的郎，日天皓，星辰的辰，我叫郎皓晨。对，谢谢各位的掌声。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说的到不到的您多多担待。您看我这郎皓晨呢，王皓月，李皓阳啊，我们有一共同点。什么点呢？名字是男的。没意思，没意思，别搅和。好嘞，我们这个艺名中间都有一个皓字，日天皓。证明什么呢？证明我们是一师之徒，就是我们是跟一个师父学的。那跟哪个师父学的呢？那别扭了，有毛病的意思。是你刚跟一个师父学，谁这么说话？这个单摆扶歌，扶摆扶放。我们的老恩师呢，不是外人，是哪位？就是一会儿就出台我们那个。你怎么还给你师父找一兼职啊？师父兼职给龙子哥上课。那是得要给钱的，怎么还出台呀、啊？你师傅就是一会儿从后边就出来了，出来台上台唱出唱黑了，一会儿呢就登台了啊！我老恩师高峰高先生，那是我们师傅，师傅这字儿都是这皓字，嗯，皓字啊。我们一共有五个师兄弟，五个，我呢我是老大，我不姓郎嘛，他们给我起了个昵称，您叫叫大郎，确实全别乐了，真的，我叫这大郎得叫了十来年了，打小叫大郎，对，这他不是外人。金莲，我一直啊，我这么胖的金莲，哎，你外号外号外号怎么的？外号咋这？搭档如夫妻嘛，搭档如夫妻，就是说搭档俩人啊，关系好，哦、相互衬托，相互对，相互衬托的是吧？反正我们五师兄弟呢，我是老大，嗯、老二呢，老二行不干不干的。什么叫行干行干？老二还上学呢，在上学，一会儿休息的时候也登台演出。对对对，在我们那个青年队，嗯，第十支队伍叫青年队，主要是学员组成的。主要是老三，老三叫什么来着？这个老师，老三呢叫宋浩然，对，宋浩然，宋浩然都叫宋老三，是吧？他在七队吧。七，那家里八，您就发现那俩人关系就不怎么样。哎，七队嘛，含糊着什么呀？我确实是，我也不知道他分到几队。他应该是七队。七队，你问他，他也不知道我在几队，是吧？那不可能，那得想多。老四就是那王皓月，嗯，老五是那个李皓阳，对对对，哥五个。他呢，跟我们不是这个同一个师门，我们不是跟一个师父学的。咱也该介绍他了，他的名字叫张九龄。对，您一听艺名中间有一个数字九，证明他是郭德纲先生的弟子。那是不是？哎，因为郭老师徒弟分为云鹤九霄，对，名字中间带这四个字的演员都是郭德纲先生的徒弟，他也不错。虽然是九字科当中呢，没有多大名气的演员，但实话实说，您像是张九龄啊、王九龙啊，是吧？上九溪、何九华、杨九郎、周九良，这提起来大名鼎鼎，都火腕的演员。您一听张九龄，嗯，这个。你别他是你别介绍，怎么说我这怎么意思？怎么意思？哦，我看见了啊！不是我看见了，我没想躲，您多原谅。我刚嘴里进了一蜻蜓，好巧，一个鸡捣蛋怼死你！脆的脆的，别瞎脆，张九龄是别脆啊！不脆不脆，这回好好说。啊、张九龄名气没那么大，艺术后来居上，咱得努力。这么说行吗？对对对，追赶诗歌们的脚步，超越梦想。九字科里边也算是佼佼者。我还嚼嚼着呢，出类拔萃，哎呦，触类旁通。行，可以这么说，词儿倒没毛病。触类旁通，就这个触类。他夸你两句，上来没一句好话，哪句不是好话？什么叫触类旁通？您说明白，什么叫这个触类？我说这个触类旁通的人。我刚说四个，这个畜类你就给我拦住！你们家都这么断句儿？我最近
近不是练习段，就是谁叫你从现学也不行啊，是出类不中。哎，就说我吧，各方面都不错。他很拿手的是什么呢？这个人最拿手是唱。对，我爱唱，因为他嗓子好，这个东西比不了。天生的嗓子好的唱出来更好。那您你也没听清楚，您唱的怎么样？我唱的不如你调门高。那你是让嗓子给祸的。那你把操，什么叫嗓子好、啊、这个部位，这是先天条件，这个加上这地儿叫嗓子，嗓子啊，嗓子好，南方叫喉咙，对，喉咙就这个位置，它是天生条件，后天当然了也得练习，也得努力，是吧？我不行，跟您差不多。您怎么样？我这个嗓音先天条件不好、哦、后天呢我又不能努力。后天怎么能努力？后天我有事儿。后天我去武汉。后天你去不了武汉。我去了。对呀，不去。后来啊，后来我也下功夫，我在韵味上着急。那也可以呀、啊。我也爱听，我也爱唱。那爱听什么呀？呵，我爱听太多了。咱们这个国家的曲种有很多，那是剧种也有很多，它可以说是南昆北弋，东流西方的。那咱得分开问，是不是？这南昆指什么呀？您看南方普遍爱听昆腔，文绉绉，雅致彬彬。昆腔那昆腔慢悠悠的是吧？唱出来的。娓娓道来，好听，委婉动听。南边咱不是说绝对的、啊，就说普遍吧。大方位，大方位。南边爱听昆腔、昆曲，北弋。那北边呢，爱听弋调高腔，高个大嗓，冲，北方人喜欢。东柳，东边爱听柳子腔，弯多。西梆，西边爱听梆子腔，地域特色。那我们家呢？你们家爱听机关枪？对。你们家爱听手榴弹？一点都不像话。你说我南昆北弋东柳西梆，好歹有个方位。您这愣头磕脑，哎，我偏呢。你哪儿人？我是天津人。天津人北方，北方就一调高腔啊，哎、或者一些梆子类啊，评戏、京剧都爱。京评梆乐不就这些？是。首屈一指的还得说是咱们的国粹，嗯、那就是京剧，对，是吧？京评梆乐占头一项。京剧朋友们都爱听，现在呢，哎，从不景气突然慢慢的火爆起来，多好啊！哎，让年轻人也接受了，这是一个好事。现在剧场里年轻人越来越多，真的是京剧现在也是非常的受欢迎了，嗯、应该这样，这是传统文化，是传统艺术，我就爱听。您喜欢？哎，我喜欢听老爷戏。老爷大伙儿有不熟悉？什么叫老爷戏呢？就是这个关羽啊，关羽、关云长，他主角的戏都叫老爷戏。关老爷，关二爷，关老爷。有一出传统的京剧叫古城会，太好了，那是关羽的主角哦。啊，您听那里边有一段叫吹腔，关羽经典唱段，手里拿着大扇子唱出来很有气势。您也别说了，是吧？大伙儿欢迎他来两句，怎么样，各位？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和鼓励，是我给您各位展示展示。来两句，我唱不好，我只能学一点皮毛。好谦虚啊，各位朋友们，您多多的包涵，注意听着啊。关羽的叫马童，吹腔。听见了吗？我没听见。对，我还没唱。废话，没唱。你好好让我听着。我是让你集中精神。我集中。你再给我抠瞎了。我就能听了。开始了啊！叫马童，你也忙把路啊引大摇大。京剧当中叫念白，念白也很有气势，白我也好，叫马童带马，嗯，马童抬刀备马，都这种感觉，多好啊！您是不是？为什么给他设计这样的人物唱腔呢？啊、符合他的身份，他身份，关羽老爷身份，哦、有气势啊，所以说呢，必须是那个京剧的形式来演唱。这话，老爷戏、关羽的戏都得是京剧。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，你不爱听反驳我，我反驳你，别的艺术形式也能唱老爷戏。是吗？对，比如说呢？比如说咱北方的一个艺术形式，评戏。评戏，京评梆乐第二的评戏。评戏唱老爷戏也行吗？评戏出产在唐山，对，唐山一带。评戏的这个节目呢，都是小佳人啊，奶油小生啊，小红娘啊，爱情故事这种感觉是吧？唱老爷戏唱的没问题，因为评戏的唱腔比较温柔。那还是研究不到位。哦，你研究到位，研究的好，拿什么剧种都能唱老爷。那咱试试，让评戏来唱关羽呢，是吧？这回不能拿扇子，那拿手绢儿。
改手绢都是那才子小家人哦，啊，这味儿。马童与爷带路，哇，小马童，你命爷哟，忙把路引，大牙脸。走进了城。您这是姥爷？这是姥姥。姥姥，你出的主意吗？这评戏都这味儿，还不能这么唱吗？嗯，其实您细分析分析，朋友们，关羽台上甭管是念白什么唱腔吧，中州韵京白，湖广音，湖广音嘛，对，这是京剧的要求，往台上一站都得是这种感觉，念白说话。其实关羽并不是这个北京人，他可不，你要他念白，按说不应该这么标准。那关羽是哪儿人呢？关羽是山西人，对，啊，山西蒲州有一个解良县，山西运城，运城嘛，那是关羽的老家。你让山西人说话没有那么气势。那山西人说话怎么样？山西人呢都是说出话来软绵绵的，酸不溜丢的，那么好听。还酸不溜丢的？山西那个地方住陈村，所以人说出话来也酸不溜丢。那你说都什么样？马路上俩山西人碰见一聊天都这样。人来啊，我上老张，你上哪儿去？这我听懂了，这问我上哪儿去。我有事上到我们家去抢房。没事上他们家吃饭去。成婚你是个大王吧？我是个大王。这种感觉什么感觉？这种感觉怎么拿山西话骂街？是不是谁骂你？你刚就骂我了。没有没有，不是让你上我们家吃饭吗？对，我听明白了，后边那句吃饭照顾你啊，你胖你吃得多，我让你使那个大碗吧。大碗这山西话要说你是个大王吧。你看那酸不溜丢的。那别酸不溜丢的，我呀，我换换，我这两天减肥吃的少，我拿小碗。你是个小王吧？那我还是拿大碗，好歹占一个儿大。对，这碗个儿大，对吧？但是山西人这样，关羽虽然山西人，台上不能这样。那关羽也这味儿呢？京剧舞台必须是中州韵京白，京字京腔。关羽就用家乡话演唱，那不行啊！您来了呀？关羽家乡话啊，一叫马童，山西味儿。怎么来？马童，开刀的嘛，咱们一刀去扯黄吧。扯黄，你是个大王吧？来，马童还行吗？这能行吗？哦，所以说这个京剧舞台上，剧中人甭管哪儿人，往台上一站，京字京腔，湖广音，中州韵京白，不光有山西人，还有哪儿人？京剧舞台上也有这个山东人。山东人是谁呀？诸葛亮。哦，那好啊。三国嘛，都是三国，著名军师诸葛亮先生，那就是山东人。董明老先生，但是他台上也没有自己的家乡味儿。那当然，是吧？你听那个有一出大戏叫《失控斩》，好，《失控斩》您听着没讲，因为它是三个部分。为什么叫《失控斩》呢？失街亭、孔城计、斩马计。所以斩马计，您的累了。斩马计干嘛呀？斩谁？马谡。哦，对，斩马谡。斩马计怎么破案了？现在马计，马计是说相声的。对，《失街亭》《空城计》《斩马谡》马谡是吧？你平时爱听京剧是吧？天天听，听的特别多。对这段历史也了解。这段戏我也老听，这段书咱也看了。是吗？那我考考你啊，《失街亭》谁失守的街亭？马谡马有长。好，对，马谡失守街亭，对，是吧？《空城计》谁摆下空城计？诸葛亮，诸葛孔明老先生。对。斩马谡，谁斩的马谡？诸葛亮。不对，不对，前两个说对了。失街亭，马谡失守街亭。对。然后诸葛亮摆下空城计。但是斩马谡，我问你，谁斩的马谡？就是诸葛亮斩。对，对，怎么可能？诸葛亮让人斩，你去吧。这句话说的对啊，诸葛亮让人斩。对呀。他是下令者。马谡写这个军令状啊，如果失守街亭回来，您把我杀了。对了，您把我杀了，写的这个军令状，所以要把它斩掉。诸葛亮只是下令。这个书中有记载，历史典故，杀马谡这人是谁？谁斩的马谡？杀马谡，这里有一个特殊的人，不是一般人都能杀的。哎，刽子手！你这不是废话吗？可不，刽子手吗？对，我问你，这人是谁？我叫什么？对，那不知道。我告诉你，记住了，挥泪斩马谡。笑
我给自己降降温。好，我看看你们也热了，灰咱们一块儿降。别瞎说，冷不冷？都给大伙误导了，我现在更冷了。啊，我也是冷点儿，还是热。挥泪是指诸葛亮舍不得，对，拿他又当学生又当儿子似的。挥泪就是他叫挥泪，没有没个名儿。挥泪这辈子干过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一个斩马谡，另一个大甩卖。都是两大甩卖，挥泪。好了，已经成功的降温了。可以说没那么热，接着说啊，都不热了，都不热我就继续。那您说这诸葛亮啊，谁斩的马谡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嗨，你问他干嘛？就是一刽子手。诸葛亮下令杀掉马谡，对，挥泪是因为诸葛亮也难过，因为马谡呢跟他有交情，也是一员大将，猛将，关系不错，那没办法，违反军令把他杀掉。是啊，这出戏反正很经典，爱听京戏的朋友您一定是听过的。诸葛亮当中很多念白非常的好听，这不就是诸葛亮的戏当中，但是绝对没有这个山东味家乡味儿，没有。那您学一小段，学一小段，看诸葛亮啊，一念白这味儿，看见那个。地图之后不是失守街亭吗？诸葛亮有一段念白：我把你称我大胆的马谡，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制服于你，叫你靠山进水安营扎寨，怎么不听山人之言，偏偏在这山顶扎营，只恐家庭难得山东人说话不对，那山东人说话什么呀？舌的根子发硬，哦，比较梗啊。当然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在座可能有山东的朋友，山东很大。但是我说出来之后，你可能说我们山东我们不这么说。咱们台上我们这用到的呢，我们属于是登莱青一带的方言。这是哪儿啊？就是登州、莱阳、青岛这个地方属于山东胶东一带。山东有山东朋友吗？青岛的。青岛人是吧？其实这个剧中也有天津人。我是天津人。李靖托塔天王。李靖，别说天津人，这山东这个先解释什么呀？就是这怎么接着说呀？不是挺好，说一半的。他青岛的。这青岛怎么着？青岛小门不好一个。您放心，您要说得好，学得像，人家青岛的朋友头一个带头给您鼓掌。我学不像。我学不像啊，泄气。这一段啊，几十年前就这么说。哦，我这么学的。那您是？我也学不像。嗯，这个山东人啊，咱说胶东一带，啊，咱们俩人碰见，啊，说出来就登州跟莱阳，那不算青岛吧？对对对，咱就说这个。说哪就哪一段儿，登莱一带的方言。啊，登莱。我看谁一口说登州。没有就行。登州莱阳一带，俩人马路上碰见聊天，很有气势。啊，人过路人不注意吓一跳。怎么说呀？就这样。啊，我说啥了？你是怎么回事？你叫什么呀？是让你注意吗？我说啥了？你上哪儿去？哦，就这么说话，他没鼓掌。我更紧张。哎，别紧张，没事。我说啥了？你上哪儿去？哎，我到波边儿。到波边干什么去？到波边那个地天儿是新的阴。哎呦，还真好玩呀！他乐了。我看你们乐了，真的是很厉害的。作为一个河北人，不远万里学山东话，是也没有那么远，没有那么有意思。河北离山东挺近啊，你看是不是这样？我们就吓一跳。我说啥过？你上哪儿去？上哪儿去？有气势。对，哎，我到波边儿，上北边。到波边干什么去？干什么去？到波边那个地填上起新的阴，找个人，舌头温度。嗯，到波边那个地填上起新的阴。诸葛亮一个味儿呢，那绝对不行。您再来了，拿起令箭，一派将。嗯，诸葛亮山东味儿啊。我说马谡哪儿去了？马谡向哪个敌厅去了？马谡听令，马谡过来了。哎，是。马谡也这味儿啊。哎，马谡。叫你去镇守驾一听，你可敢去？丞相，你学什么？不就是驾一听吗？小意思，我哪敢去？告诉你学个教训，我就姓猴吧。马谡，我告诉你学，那个驾一听虽小，干起总大。驾一听要是一丢了，咱们大家全他妈完蛋。这能行吗？这还是京剧吗？诸葛亮台上要这味儿啊，观众骂
是这样。所以说甭管哪儿人，剧中人物台上中州韵京白都得是这个胡广印京字京腔，还别说是剧中人了，就算唱戏这位演员本身不是北京人，台上也是京字京腔。那演员哪人都有，他学唱京剧了是吧，他上台演出就得学这胡广印，演员哪人都有。您要说不是北京人还用自己家乡话唱京剧，那不闹笑话。是是，有这样的。我就听过，我听过一回呢，就是这个山东人用山东字山东味儿唱的一回山东京剧。这是谁呀？就我们家楼下啊，小区楼下有一间肉铺，哦，卖肉的，不是专业。那老板呢姓张，业余爱好者，姓张，张大爷今年呢60来岁，人挺好，都爱去他们家买肉。那天中午我也去了买点肉，一进门，我说张大爷您好，过来10块钱肉。哎，小李哥，你叫什么？您这都叫什么？小立本，立本就是啊，小立本就是山东话的过去的叫法了。小孩儿啊，小徒弟啊，小伙计，朋友，小伙计都这么叫，叫小立本。立本啊，小立本叫什么？我说要10块钱的肉。山东话这个拉不叫拉，叫嘎。哦，给不叫给，叫挤。挤你嘎10块钱的肉。我说您再给我拉这个10块钱的这个油。哎，这怎么肥的油？哎，再挤你嘎10块钱的油。哎，怎么一个说法儿？你看这是特点。哦，这山东人说话有这么一特点，张江不分，油肉不分。那我问问哥，哪儿姓张怎么说呀？哎，那是姓江。哦，那要姓江呢？哎，那是姓江。张江不分。买点油呢？那是买油。买点肉？那是买油。它全这味儿，是吧？我买了10块钱肉，买了10块钱的油，这两样东西应该多少钱？20块钱。对，但是我没有，您，我一共就给了10块，两样我拿起就走。他能干吗？他不干。小李伯，你给我走。我说你还找钱是怎么着？你要点脸吗？你要点脸不？还真是这话。找什么钱？啊，你记钱了吧？你给钱了吗？我给了，啊，我给您放在那桌子上，这不就在那儿吗？我记得，你记得就是有钱。你可莫急那个油钱，这个油钱急了那个油钱，你急了吗？哟，跟我开玩笑吗？跟你逗。我说我给了，给了，您没听明白？我给您搁那桌子上了，不是，是那边那个那桌子，您找找，我在那儿呢。我接到，知道。你急的就是油钱啊！你可莫急那个油钱，这个油钱急了那个油。钱，你急了吗？我说我不跟您闹了，我一会儿还得有演出呢。我给了，那么就在你眼皮底下，你翻着翻着，那桌子上找找啊，就在那儿。我借道知道，你是莫听明白，你急的就是有钱，你可莫急那个有钱，不是有钱。你是急的有钱，你莫急有钱。说什么呀，到底？有钱急了那个有钱，不是有钱。你有钱急了有钱，你有钱，你拿走吧，我不要。挤得成这样，呵，其实我知道逗他玩儿，别老瞎跟人闹。您生这么大气干什么呀？正好我这儿有点现金，嗯，再给您10块钱。好好啊。我这为什么一直磨蹭不走啊？说，我这都听街坊邻居说了，说张大爷您那个山东二黄唱得特别好。二黄是京剧吗？哦，过去叫二黄，皮黄、二黄，他就这么叫。我说山东二黄，您不是老这么唱着念？我没听过，我街坊邻居传的，我能听听吗？啊，您给我来一段，让他唱，我过过瘾。哎，山东人什么特点？山东人都是奔放豪爽，性格好啊。当时把他戏瘾给勾上来了，也不跟我生气了。当时给我唱了一段，唱的哪段？京剧叫《桑园会》，秋胡戏妻。哎，又叫秋胡戏妻。主人公姓秋，叫秋胡，对，是吧？一上台，拿着马鞭，有这么几句流水，西皮流水。我继续，您来了。京剧原版一唱是这味儿的：秋胡打马奔家乡。秋胡打马奔家乡，行人路上马蹄忙，坐立在吊鞍永望，见你大嫂手攀桑，前影好像罗妇女，后影好像我的妻房，奔当夕阳前将秋胡前番的错认了命的女最非常，大嫂请来见令，
这味儿，他一唱满不是这味儿。他怎么着？哎，山东就是山东味儿，口头也是俏皮话，家乡土语应有尽有。哦，全用山东话了。对，秋胡人家不叫秋胡，那他叫？哎，那是秋胡。哎，反正我呢不叫我，叫杂。嗯，管家叫家，管日叫义，人叫印，舌头根都硬，而且舌韵都改了。那怎么改的呢？头一句秋胡打马奔家乡，叫江阳折呀。江阳折，我们唱戏呀，包括什么唱快板曲艺啊，我们都讲究合辙押韵，对对对，比较单押呀，是吧？奔家乡啊，您江阳折，您后边都得是江阳折，他唱不别扭。那他改成秋胡打马奔家里，一七折，这叫一七折。您要是一七折，后边全是一七啊，太可乐了！我给您学学。您来了，他也没有马鞭，那拿什么呀？拿他切肉那刀就代替了，抡着菜刀唱啊！小李本，您听着，来了。哎，秋胡啊，打马是奔俺家的里，兄弟这个不像是马不轻啊提呀，肚子被挑了心呐，难度一。因此想偏呀偏也偏不偏不偏，咱们又偏题呀，咱们一刀出玻璃呀，出王爷奸诈死龙心细，他命咋偷带了五杀身穿了蟒袍腰放玉带租到了巢穴做官在挑里呀，他命咋毁了家呀，贪污去他叫咱早了去早回挑里呀，不行一嘟来接在上院儿一里眼见一位。身穿着这个蓝布褂儿，腰系着这个白布带儿，手把嗓眼儿落嗓眼儿，这么一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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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哎哎，喘气呢！他落在了竹篮里，前影儿好像啊罗丝女，后影儿好像啊扎得起，本当向天将起金。二他爸爸且慢呐，错认了闽南语是咋地？哎，街坊大嫂子，你进来那个有钱的有钱极了吧？